好迎接中国农历新年，南加州的华人不忘传统习俗，从采买年货到居家清理大扫除，大家都忙翻了。其实你不用这么麻烦，来一趟华人工商大展一次搞定。看瓶瓶罐罐的特价商品摆得满桌，每一种都能让妈咪轻松煮出好味道，甚至还有减盐产品帮爷爷奶奶顾健康。 而受到老人家的需要，逢年过节的爱心活动当然不能少。有太极班、电脑班、英语班、绘画班，还有很多健康的活动。如果还想加上贺年礼一瓶精挑细选的好酒，更胜过千言万语。喜酒它是茅台集团的新产品，它喝起来比较顺口。 它的包装设计也很精致，送礼非常适合。不止顾长辈，有小朋友的家长，过年也要记得提前规划奖助学金。1月26号，在洛桥中心，在1月27号，在尔湾的中文学校，都有办理两个非常精彩的讲座。希望各位观众欢迎来参加。 或者直接申请政府补助金来减少家里负担。Rosemary 美容美发学校秉持着以往的精神，就是继续来照顾，来帮助一些失业的新移民或者是说低收入的人呢，来申请政府补助，学有一技之长。而说到精打细算，还少不了为家里除旧布新，因此洛杉矶知名的老牌家具店这次也把握机会，推出专人量身定制的服务，加上多项优惠，要让再美华人过好年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